味しく食べてね。コービーボイスタワーの来世方向。おいしく食べてね。どういう人だ。最近最近最近今天不会看到什么日本风景的了，因为一直在下雨了这几天。带我们来 Dancers Collection 看东西。テクで全国どちらから税が上がるという時にはいや。ご乗車ありがとう。然后还带我们来这边跳舞，舞蹈馆。哦，是。这个是比较辛苦，但是。You put your knee in front and kick up. So when your leg up here, don't do this. Put your knee in front and do this. 当你跳的时候 ，maybe 你会玩一点个下的才是自然。科比为了解决一个房子哦，马上想一下再跟他们 share 他平时做的那种 basic workout。这个人真的是很喜欢跳舞，他刚才走这路来这个舞蹈馆的时候跟我讲了一番话，他讲人家问我这么喜欢跳舞，你不觉得很烦的吗？就很像男人这么喜欢播这样子来讲，这种是天生的嘛，这样没有得解释的咯。開かないあ、こうしなかった。他一天工作完下来过后，他就是跳舞了。所以他经历从哪里来？他跟我讲，我们日本人啊，有一种很向上的精神啊，就是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就一直要把它做好，一心一意的去把它做好，就这个东西一直把它推，一坚持就坚持了。不懂哦，他那份工作二十几年。他就坚持了超过这样久了。Come on, come on, come on, sure.
오.